这都是挪出来的东西。这个饭盆盆给它洗好了。卧室、厨房、用餐厅，这里就是它拉臭臭的地方。咕噜，好好享受你最后的独生子女的时光啊！我们要去接吉利妹妹啦，但是好像有人有心事啊，去接吉利妹妹啦。她就鞋子那么点大。到家了，咕噜远远看着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看他小心翼翼的，还以为他很内向，但是他一出来直奔狗粮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我阻止他后床，但也要吃。我欢喜上班，欢喜上班，欢喜上班，就甚至我的脚和钥匙他都不放过。怎么那么饿？开心放心飞。哎呀，还不知道他是吃货还是生牛症。刚到新家还不能吃东西，先给他喝点温水。没想到他还挺节约水资源的，边泡脚边喝。欣慰个屁呀！此时房间外的咕噜察觉到了两个铲屎官的背叛，哎呦我的妈！直接倒地不起了。这也不是你的呱呱小宝贝了。